状态不对，人和车不协调，弯道也没发挥出来。可以的，你现在专职工作，跑成这样的成绩不错了。不行，我和爱丽丝配合不应该这么差。你真要参加下半年的比赛？为了康哲，必须去。到时候我跟多喜给你当拉拉队去。哎，你跟多喜怎么样？我俩挺好的。打算什么时候跟他挑明？还没想好呢，我再奋斗奋斗吧。也是，你这都十年都等了，不差这一会儿。快别聊我的八卦了，趁着今天还有时间，再跑两圈。再来。哥们儿，车不错呀。你的也不错。跑几圈呗。这是启恒最拿手的酱汁牛腩，我跟他学浪费了好几斤牛肉才掌握的要领。嗯，可以啊，你都能开饭店了。你现在每天都做饭啊？其实大多数还是他做的。我自从有了这个新室友之后，我的生活质量像坐火箭一样蹭蹭蹭的往上升。你们俩是舍友吗？还是有点什么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舍友。我听说启恒他有一个喜欢很多年的女孩子。我猜就是你吧。不是我，我猜是我们中学的班花，那个女生长得特别好看，喜欢她的男生都排长队了，还有人特地从外校来看她。这样啊。哎呀，太好吃了，可以吃饭。啊，谢谢。那就等一下我回个消息。我怀疑你们两个有问题，但是我又没证据。我来点儿，应该比较下饭吧。慢个劲儿。多喜吃饭了吗？正在吃哟。你呢？吃饭了吗？你在吃什么？喂，王总。啊？没收到合作方案。不对啊，我上周就让助理发过去了呀。哦，行，我再核实一下。嗯，好。顾嘉欣呢？哦，正好是茶歇时间，嘉欣哥哥帮我去买杯奶茶。等他回来，让他来找我。哦。奶茶给你。谢谢嘉欣哥哥。就这一次啊，下不为例。以后不许拿公开我身份的事威胁我，啊！不要生气嘛，你放心，我嘴很严的，我答应过你不会说出去，我就绝对不会说出去。起来。啊，对了，刚刚赵总过来的时候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出去帮我买奶茶了，他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真是我小姑奶奶。
干嘛凶我？进。给王总的方案你发过去了吗？哎呀，我忘了，我现在就去。哎，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忘？你心里还有工作吗？是不是只想着跑腿给别人买奶茶呀？抱歉，那天我忙着训练，不小心忘了。这次我的，我认。你平时干什么我不管，工作上偶尔偷懒我也当没看见，但是正经事儿的时候你能不能认真点？我没有不认真啊，这件事我非常认真。那天我那么着急跑到高尔夫球场，你别再夸自己了，功过不能相抵。前期大家费了那么大力气，最后就因为你的一点小失误导致前功尽弃，这不是更愚蠢吗？就是一时大意，王总是吧，我保证他不敢找我们麻烦，行不行？你别仗着自己有背景有后台你就这么说话，职场上都要讲信誉的，这事儿就是我们错了，你想干嘛？还想威胁人家？我什么时候？三，可能是今天早上起床姿势不对，发邮件去。艾勋啊，没事，你要好好工作，别总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好吧，那今天下班我陪你去玩吧。别，燕儿，我有工作。好好工作啊，你先忙吧，等一下再来找你。工作完了就下班吧。老板都没走，我哪敢走？怎么，下午说了你两句，玻璃心就碎了？我脸皮厚，铁心脏，啊，没那么脆弱。看在你主动道歉的份上，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什么时候道歉了？你主动跟我说话，不就是因为内心小愧疚吗？没事，啊。不用说出来，我接受了。我想了一下，下午说话有点过激了，你跟女朋友感情那么深，我也应该理解一下。嗯，那我们和好吧。把嘴张开说话。那我们和好吧。好吧，各自反省，下不为例。走，急着送你回去。不用，我开车了，不送你，我害怕。胆儿那么小。Love Note 终于要正式上线了，我们一起拼了这么久，你们说金董会不会满意啊？金董特意召开全体大会，看来对咱们项目很满意。哎，芬姐，芬姐是咱金董的铁粉，芬姐，你给分析分析，咱金董会认可这个 Love Note 啊？难说，金董的要求高，反正我们大家是尽力了。啊，金董这么严格吗？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还会不满意啊？金董一直是业内响当当的铁娘子啊，他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第一代程序员，而且打从林克科技建立，每一年这个企业风云女性，咱们金董必定入选。是。那个名单筛选条件有多苛刻，你们是知道的吧？这简直像游戏里面开了上帝金手指的存在。今天这一切，
都是人家金董用血汗打拼下来的，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最早咱们公司，最早咱们这公司啊，其实是人家金董老公搭建的。那会儿运营也挺不错的，没想到老公突然生病去世了，咱金董顶着压力，顶着合伙人撤资的压力，力挽狂澜，哎，生把公司做到今天这规模。年轻人，你说没点付出跟牺牲，你要今天这成绩啊？别聊了，开会了。好，资料准备好了吧？放心，一会儿开会正经点，别掉链子。艾普上线以后，就离我逃出公司不远。我就是装也必须表现到位。那你好好装，快点。今天的会议由董事长亲自主持，希望大家打起精神来。嗯，好。金董。金总。金总。坐吧，会议开始。金董。Love Note 的内测和前期准备工作都完成了，上线会在情人节，具体情况由顾佳熙向您汇报。好，那我开始了。Love Note 与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情感社交软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为它设计了一套详细的用户分类算法。每一个注册的新用户在使用 APP 正式功能之前，都需要填写一份恋爱需求问卷，从而将用户精准分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恋爱辅导和线上线下的相亲服务。为了鼓励用户使用，我们的 APP 特意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小游戏，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轻松娱乐的范围之内增进了解，彼此沟通。我相信这一点会更加的能够吸引年轻的用户，增加 APP 的使用率。一切就绪。金董，我今天的表现你还满意吧？还行吧。APP 上线以后给我放个假呗，得好好训练了，最近真的累死了。那要看你后续表现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不，我还要怎么表现？我尽力了。表现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你这次表现好，不代表你是真正优秀。话说高潮，说不过你。嘉欣真的进步很快，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的。对了，嫣然，嗯，你来公司一段时间，觉得怎么样？挺开心的呀，每天都可以陪嘉欣哥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你平时就应该多帮帮嫣然，而且他刚回国，有时间就带他出去玩呗。你听到没？金阿姨，我会督促他的。江月啊，嗯，这段时间辛苦你了。App 上线之后就要争取做到是业内的头部产品，所以就要靠你继续鞭策团队，继续努力。好，放心吧，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吧。你别骄傲，有时间跟赵总多学多问，别顾着赛车。留在公司可以，不赛车不可以。燕兰啊，你回来那么久都没请你吃过饭，但是我今天又要开会，这样子吧，李胜，订个餐厅给他们好好吃顿。好的，
谢谢金阿姨，还是你最懂我。那我走了啊。嗯，拜拜。谢谢你。听到没有，金阿姨让你多陪陪我。哎。吃啊，我吃完了。这五星好评都是刷的吧？那么难吃。西餐不都这样吗？不，这个真的不正宗。我吃饱了，我不吃了。太好了，走，回公司。你等一下。你不对劲，你之前不是最抗拒上班了吗？现在怎么工作态度那么积极啊？这才刚从公司出来多久，你就那么着急回去上班？有吗？嗯，我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不是为了哄我妈开心？我看没那么简单吧。你干嘛呀？你看，花店。情人节你是不是要送我花呀？那我提前预定吧。走。哎，你好。你好，有什么需要的吗？请问一下，你们有情人节定制款吗？有的，我找图片给你看一下，稍等一下。好，谢谢。哇。嘉欣哥哥，你猜我喜欢什么花？狗尾巴花。狗，你怎么不干脆说西兰花呢？走了，回上班。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再来。嘉欣哥哥，哥哥。怎么了？大半夜的。送给你的。送我这干嘛呀？这不马上情人节了吗？情人节快乐。喂，我主要是想谢谢你。今天在我妈面前替我说话，我知恩图报，以礼相赠。懂事了，仙人掌的意思是说我美得太过锋利。不是啊，仙人掌有另外一个花语是温暖的坚强，和你很像。主要是有人花粉过敏，仙人掌正好规避了这个风险。好吧，谢谢啊，我收下了。不用。我以后多向赵总学习，争取当个仙人掌。好，晚安。晚安。突然不会了。由林克科技研发的 Love Note 在今日情人节强势上线，由知名网红博主钱晶晶倾情代言，迅速占据各大平台的榜单榜首。亲爱的各位宝宝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赶快拿起你们的手机，下载独一无二的情感利器 Love Note，
并获得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美丽爱情。来了，你坐，你坐。嘉欣哥哥，情人节快乐！这是我亲手做的巧克力，送给你。哦，嘉欣哥哥专属。哎呀，哎，有我们的呀！我可好久没吃巧克力了。我给你们烤了饼干。来，巧克力一块尝尝。大家分。巧克力，巧克力。哎，我们吃饼干，吃饼干。等等，等等，让你忙。饼干给我一个，我给赵总送点饼干巧克力。哎你别去打扰人家，你不知道吗？今天有人送赵总专属的情人节礼物。老板收到礼物很开心，大叔记得要一直主动出击，乘胜追击哦。谢谢你帮我把礼物带去，希望你也能心想事成。妈呢？鬼鬼祟祟。我送饼干给赵总。哎，赵总，进。赵总，情人节快乐！这是我做的饼干，你尝尝。谢谢啊。这个笔记本真好看，是那个什么徐总送的吧？这可是最新款哎，徐总可真是在用心挑选情人节的礼物，对你不一般了。哎，今天 APP 上线，有的忙了，去工作吧。嗯，赵总，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敢在这个点飞新加坡，没法请你吃饭了，下次补上吧。礼物收到，谢谢。笔记本真好看。那个什么徐总送的吧，可真是在用心挑选情人节的礼物，对你不一般了。哎，嘉欣，嘉欣，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真的。这么开心出单了？今天就是我的幸运日，秋秋真的太厉害了，居然从黄牛那里帮我搞到了 New Boys 粉丝见面会的门票。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居然可以跟哥哥们一起过情人节。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成天追什么星啊？小心找不着对象啊。我有我的阿斗哥哥，我要什么对象？不是你去过首尔齐恒呢，他不是休假吗？俩没安排。我俩有什么安排？他一大早就出门了，肯定是有别的计划了。嗯，你说齐恒撇下你自己过情人节去了？嗯，不过也挺正常的吧，像他那种男孩子情人节肯定有很多女生约他。是，两个木头谈恋爱只能看谁先开窍。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是喜欢他没错，可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帮你问问不就知道了。千万别，要万一不是，连室友都没得做。今天哥哥最重要。我今天要和小姐妹们参加哥哥们的握手会，可能要晚点回家了。你如果回来的比我早的话，帮我留个门吧。祝你情人节快乐。Thank you.
庆山，今天情人节会更新吗？期待情人节分的巨额狗粮。今天的 vlog 一定甜分超标吧？晶晶女神一定要幸福啊！晶晶，没想到今天情人节先跟你过，那送你的。你要是个男的，我就选你做我男朋友。你对我来说可比男人重要多了。今天情人节你怎么安排？不会还是工作吧？今天肯定要忙到半夜了。那除了我，还有人送你情人节礼物吗？许宁远有没有什么表示啊？他送了我台电脑。我还想着送他同款过去比较实用。给男人礼物实用确实很重要，但送礼这件事不是单纯的等价交换，你要让他从你的行为当中提取到他想要的信息。你的回礼呢，就是对你们关系的一个表态，所以啊，礼物不一定要贵重，要增加暧昧互动才行，知道了吗？那我再想想吧。赵总，准备让粉丝入场了。嗯，一会儿看你的了，放心吧。我们的线下活动马上开始，下面有请钱晶晶老师登场。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晶晶。晶晶老师，今天是情人节，能不能请您透露一下您和老公张浩是谁先告白的谁呢？我把他买了下来，写了你的名字。我很庆幸自己是在功成名就以后才认识了你。我可以把最好的给你，不必有一丝犹豫。我想从此刻开始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这样的表白显得特别简单，但这是我的真心话。虽然我们家张先生一直都很让着我，但告白这件事他可没有谦让。那晶晶老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张先生是怎么向您告白的吗？那时还是张浩刚创业的时候，他真的非常努力。他说以后一定会努力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来了，情人节约我出来吃饭，你以为我想约你？我有想约的人，可是人家不想约我，我能怎么办？以后你真是块木头，怪不得郑多喜什么都不敢和你说。他还什么都不敢跟我说，他太敢了。每次我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人，他都说有，有很多，还都是他老公，这不摆明了让我别惦记着吗？人家郑多喜追星，粉丝都管爱豆叫老公，这都不懂？是。人家爱豆又帅又有才又出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吗？不是，你这说什么呢？季浩，咱俩聊的是一频道吗？郑多喜喜欢的人是你。是他喜欢的。你说什么？郑多喜喜欢的人是你？是我？不是，我问你，情人节这么好的机会，你干嘛不表白？人家郑多喜想约你，干嘛拒绝人家？他什么时候想约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呀？人家是想约你啊！你天不亮你就跑了，你去哪儿了？人家还以为你故意躲着呢。我去给他买票去了。买什么票？他那个偶像什么握手会的门票。扎死你！你俩真是，你俩真是全世界最气人的一对木头。真的被你活活气死。你这说的哪跟哪啊？我本来是觉得好玩，想看你们俩谁先憋不住，没想到你们两个真的一个比一个能憋。今天这层窗户纸我替你俩捅破了，你们两个两情相悦就赶紧在一起，别每天若无其事的表演单身。
不是情人节你都不表白，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情人节表，今天不就是情人节吗？那我现在去表白，不然呢，兄弟？答案不言谢，我去了啊。啊，那个，你那活动不是还没结束吗？你这么出来没事吧？你能不能别管我了，兄弟？你赶紧去吧。去了啊。哎，拿下啊。嘉欣哥哥，公司活动都结束了，我们能愉快的过情人节了。你在哪儿呀？别找我，我在第五次元空间。小星星们，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情人节。就在刚才，我们的后台竟然被黑了，但是呢，我们了解到经过和原因真的是打动了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这名帅气的黑客上场。你看，各位 NewBoys 粉丝们，你们好，我在这儿想隆重的给你们道一个歉，我确实入侵了你们这次活动的后台，但是我没有做坏事，我就是想在我暗恋很久的女孩的偶像面前给她表白。郑东喜，我有四个字儿一直想给你说，但是没有说出来。今天是情人节，我想在你守护的哥哥们面前大声给你说出来。郑多喜，我喜欢你，以后你的未来让我守护吧。郑多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搭上一辆未知的列车，终点任凭爱去发落，越是期待越害怕伤害，害怕有一天还是要离开。Now the world it is upside down and we were floating on the sky. Now the world it is upside down cause I'm so loving you and you love me too.小姑娘，我要一朵花。你买两只吧，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对不起，姐姐，我说错话了吗？要不你买一只吧，你跟玫瑰一样好看。
我全买了。谢谢姐姐。在这儿啊！啊，我那个开始时候没什么事儿，我就帮哥们儿做了个情感辅导。你这一天还挺忙，我还以为你跟小姑娘约会去了呢。我和李嫣然没关系啊，我好不容易使出降龙十八掌，外加凌波微步才逃走。我看他挺厉害，你恐怕得使出葵花宝典才能胜出了。别折我啊，小心我未来的女朋友。找你麻烦。好害怕呀。哎呀，把这个搬出去。来来来，帮你。没事吧？这儿吗？对，你这个手有旧伤吧？之前打高尔夫的时候伤过，这不刚刚又砸了一下。从片子上看，这手呢有轻微的骨折，我给你上了夹板，用石膏固定了一下。恢复之前千万不能乱动，如果恢复不好，有可能造成陈旧性的骨裂，到时候你这只手啊就不能用力了。我知道了。情人节了还让女朋友受伤，你这个男朋友不怎么称职啊。啊，是是是，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医生，他手不会有事吧？有没有事情呢要看恢复情况，他这只手近期千万不能用力，知道了吗？嗯，我照顾他。好了，去拿药吧。谢谢大夫。月月，我们走吧。月月，行了，别演了。月月，医生让我照顾你。不用。哎，你看你这手，我给你取个别名吧，爱德华月。你还闹？是我对不起你，怕你搞成这样。这段时间我照顾你，我这人聪明又善良，照顾人的时候非常温暖。我说了不用。这样吧，咱们俩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听谁的。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哎，这么美的情人节，我们在医院过吗？月月，月月，不听话呢，任性。快到了，你有想好要给赵总送什么礼物吗？钱包吧，秘书已经挑好了。你怎么能让秘书挑呢？这送礼可是一门学问，是要讲究心意和诚意的。你看这个 APP 上就说了，不同时期的情侣需要用不同的礼物为他们的爱情升温。暧昧期，性价比是首选，美味的巧克力和精致小巧的首饰都是最好的选择。热恋期，两个人的感情处于沸点，这个时候的付出感是最强的。像这种香水啊、手表啊，都是送礼物最好的选择。稳定期，这个阶段呢，买的礼物要具有实用和耐用性。就比方说这个降噪耳机，或者
一个新款的剃须刀，怎么样？你要好好学吧，你肯定能成才。我知道，你也要好好锻炼老师自己，这样你也可以在爱情里面收获美好的幸福。这个耳机降噪真好。跟叶然老师多学习，听见了吗？Love you.